现在发的时候，我就问他说你在干嘛，他就直接给我看，所以没有经过我同意。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！那我还问个文学东西，因为在马奎斯，我们爱在那一时，费洛伦蒂诺、陈继久跟费米娜，有五十几年爱情，那因为你有很好爱情。我来问一下那些纠结的礼物。我要五十年后才能回答你啊！爱在瘟疫蔓延时的时候，你第一个会想到谁？第一个会想到应该狗吧，只要一出门都会想到它。觉得伯杰可能就还好这样子，有一点半算生日礼物，因为其实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养狗。两三年前我的狗狗才过世，可能是因为拍戏的时候我就想，我觉得我人生好像还是需要有一个这样的身份陪伴。我是妈妈，伯杰在狗的面前会说你去找婶婶，然后那个婶婶是我，那让人喜欢开这种玩笑。所以他不是来爸爸来爸爸，不是爸爸来，是你在找爸爸，是吗？也不会自称什么，那他的行为很称职啊，很像一个就是家长。他叫库伯之犬 Cooper， 我的这那一只叫 Cookie。我其实是看了那狗狗眼神，我觉得那个眼神很像 Cookie 的眼神，然后想说好像要有一点关联。生日照片变得浪漫。他有经过你同意？他好像正在发的时候，我就问他说你在干嘛，他就直接给我看。所以没有经过我同意，但还好，因为我觉得我们本来就没有很避讳，可能是怎么拍都没啊，不会的，谢谢你怎么会有死角呢？再拿回文学奖，那个想推荐哪一部电影给伯杰看呢？我不知道哎，我是对那个安达鲁之犬，我其实蛮感兴趣的。但还蛮小的时候，那时候比较思想会比较就是负面一些，就叛逆期的时候。以前啦，很久很久以前，十几二十岁的时候，如果我有一把枪，我可以向一个人开枪一发子弹，可是我不犯法的话，我最想要的是谁？就是心里面会幻想这个东西。哦，对，我最近也看了蛮多那种很坏，是不是该要叫他们站一排？对，然后我就会差不多了，时间差不多了。欢迎收看《西光云浪先玩》。我们要去唱歌吗？对，可以啊，可以。真的真的。习惯了靠你紧紧皱眉，叫我冷笑。对，作弊王啊！你们都没唱。你是游戏王子，我是作弊皇后。哇，全都要被切了！你这些嫩逼，恭喜恭喜了！发大财！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